是摊贩，休息的摊贩。好，那这边呢是那个最热闹的国华街，台南最热闹的国华街，有非常多的小吃。那我们住在这边的话，其实都还蛮方便，因为它离郊区也没有很远，但离市区也没有很远，就算一个中间点还不错。我们上去吧。超陡的楼梯，然后这里的风格成色都超 old school 的，所以它叫怀旧149啊，真的真的超级怀旧。你看这边还有这个，超酷。我家以前有这个，我家也有，好怀念哦，真的要投钱的电话。对，我们不是知道红心妹子吗？哇，这是泰式风格是不是？然后它有分不同类型的房间，有童心未泯的，有怀旧的，异国的。然后它一层楼只有一间房间，其实还不错，我觉得。虽然看起来蛮复古的，但是就至少看起来很干净。好，开始吧。好多人在排队。啊，这是我们的单set，我们点三号餐跟五号餐，然后有这么多，我们还有加点一份薯条，这个大推，这个真的超好吃的。打开就长这样。这边，好吃哦。没有排到你。好吃，好吃。花园夜市。大阿翔，大阿翔，好多人啊！听错歌了，不好意思哦。差一点点，刚刚我们玩的那个呢，就是它是贡菇啦，对，安慰奖，小猪很喜欢。你看它心花怒放。耶，五麻将哦，15张哦。对，15张。不要鸡爪，你不要鸡爪，豆干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我要真的是麻辣的。鸡屁股嘞？我不要。还有什么？棒棒腿。好，棒棒腿可以。有小偷，小偷，小偷，二师兄。看一下，看不到。配菜自己加的，配菜都自己加，加不用怕的。哈哈，回去吃。一根头发。谢谢，那很好，还帮我装。他本来想说你要带着吃的，对啊，后来发现你要带回去。所以我刚刚讲，然后你就直接把我卡掉了。
啊，我按到这个了。好，那你再讲一次。不要，我不想讲。